中唱的下一首歌曲，于是大哥点唱的一首歌曲，终于我会唱这首歌了。好，送上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谢依君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暗宝》，老师欣赏。谢谢我们的幕后英雄，我们非常辛苦的乐队老师，还有我们的灯光老师，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老师非常的辛苦哦，谢谢，从早到晚哎，真的是。好，送给大家这首点唱歌曲，叫做《暗岛》，来自谢依君的一首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